未抵到金球像咁留翻啲位咧，你最尾嗰條線有個蠟燭，咁人哋外邊咧上去影相嗰個咧，就可以影到最盡嗰度係有條嘅蠟燭線。咁大家依個最尾嗰度要特別注意㗎。好，開始好唔好？好，咁啊，俾啲獎先，自己開波好唔好？好。我们刚
中共的当权者知道，我哋香港人二十二年的奋斗和争取，我哋都系唔会放弃，我哋都系唔会放弃争取。中国有自由，中国有民主，我哋要求立即释放呢个嘅刘晓波。各位朋友，今日希望你埋嚟，唔好罢手，唔好介意。你们可以拿回粉笔，革命就这一刻开始，200,000人一起画，他就不会将200,000人全部拉，明白吗？如果只有一个，他可能拉我，但如果200,000人一起做，他拉你，他连问候你都不敢，所以埋来一定要拿粉笔，人人拿粉笔，今日画花为园，要写上你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，各位写上民主自由的渴望都好，可以写粗口的。
我嘅燭光集會咧，都只喺八點鐘先開始，都已經坐滿啦。亦都咧有一個咧係非正式嘅統計，不過咧，接力棒好像已經傳開。传过去了，我们为这个年轻人，我们大家给自己鼓掌。今日游行可能你冇参与过，当年我哋系支持一个中国嘅爱国民主运动，而今天我哋系参与一个香港嘅爱国民主运动。拜拜，你好，我是李卓仁，请大家捐款支持支援工作。后面有个钱箱，希望大家是用大家一分一毫去继续将个运动撑下去。请大家捐款支持，多谢大家。